外呢，在今天活动一刚开始呢，我们要邀请到永春文化城文艺学会带来非常滂沱气势，好，那我们用鼓舞的方式呢，振奋人心，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年渔港祈福活动呢，开出一个完美的序章。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永春文化城文艺学会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祈安祈福活动，当然呢也包含到我们2023年的。